嗨，大家好，我是台湾大吴岱豪。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大魏巍。好，为什么说今天他们来到这里很特别？是因为听说，两位是第一次参加合唱团的演唱，是这样吗？第一次啊。感觉怎么样？很紧张。你觉得唱歌比较难，还是打球比较难？打球比较简单。好，那魏巍，魏巍觉得？打球比较简单。好，那我要请两位替自己今天的表现打一下分数。来，魏巍先，你觉得你今天唱歌打几分？其实我今天很紧张，大概80分好了。你80分？戴豪几分？戴豪几分？其实看我流了那么多汗，我大概只有60分而已。你只有60分？好。对啊。你唱歌80分，你唱歌60分，来打球几分？打球，80分。80分，魏巍打球几分？100分。尽我100分的力量。100分。哦。好，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哦，因为呢，戴豪跟魏巍他们除了在今天现场一起来给我们这些新入的朋友们鼓励之外呢，待会音乐会结束还有一个小活动，什么样小活动？请魏巍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哦，就是我们有在赛，就是活动结束后有赛事组可以跟我们一起合照，然后就希望大家多帮心路历程募款，然后付出你的爱心，谢谢大家。是，好，那最后戴豪呢，也不要也呼吁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哦，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就是我们在新路基金会，我们有募款的这个活动，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拿出你们的爱心，然后来我们帮我们一起做这些活动，然后等一下只要活动捐款满600块，我们就可以合照，然后满1000块，我们就会送出台湾大篮球队的签名篮球。好，欢迎大家可以踊跃共襄盛举。